谢谢董老师，然后也很期待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我知道的有关印度饮食文化。那也虽然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希望大家也吃过晚餐，因为等一下在分享的过程中可能会觉得肚子很饿，所以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在旁边准备一个 samosa 还有一杯奶茶，刚好非常搭配我们今天的演讲主题。那我就先开始分享我今天的 presentation。好，希望大家看得到，应该是可以。好，那所以我今天的主题是有关印度的饮食文化。那不过我不是在这一方面的专家，我的唯一跟饮食还有美食可以称得上边，就是我很喜欢吃东西。那不管是哪里的美食，我就很喜欢，然后也很喜欢分享。那我今天的简报大概是根据网络上面的一些资源，还有我自己的认识来跟大家分享。那希望后面在 Q&A 的时候也大家我们可以一起讨论，然后也可以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那我今天的大纲大概会讲到。前面会先介绍印度的饮食，大概印度的历史有受到哪些因素的 哪些影响，有地理的关系、宗教的关系，还有东西南北印度美食其实非常差异非常大，然后跟宗教的连结，还有我会分享两个食谱，大家可以在家里试着做印度料理，那跟大家不好意思，那个。我们可以请您把那个 PPT 用放大版的吗？就是全萤幕的可以吗？这样大家可能比较看得到。哎，就是在我这边是全萤幕，我再分享一次。好，好，先开始 present， 然后再来分享。这样，我看一下，我有旁边开，这样可以吗？这样应该可以，这样是全萤幕，对不对？好多了，好多了。好，不好意思。好，所以刚刚前面是我的 disclaimer， 免责声明。刚刚大家，我刚刚有讲了一下。那现在是我们的大纲，就是后面DIY 之后，跟大家更相关的可能是我在台湾哪里可以吃得到印度料理，所以我会分享几个地方，还有如果自己要在家里做，我哪里可以买到那些材料。那最后其实在印度任何东西跟电影都会有相关，所以有很多印度电影，宝莱坞电影是跟美食方面美食相关的那个也会分享。那刚刚董老师已经分享了，就是我在台湾已经很久，1987年就来台湾。那一开始在台湾跟印度互相设这个代表处的时候，我也在那边工作过，所以在印度台北协会是从1995年到98年在那里。那我先生也是印度人，所以这是我的家人。所以我当初1987年来台湾的时候是跟父母，所以左边是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那右边是我先生，这是我们结婚的时候的照片。那下面这两位是我的小孩，现在已经很大，女儿已经24岁，那儿子就是戴了这个象神的面具，这是我儿子，他现在已经18岁了那我们现在就是4个人住在台湾。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来台湾住了6年之后，现在回印度去了。那我妹妹现在是住在德国，她今天也是观众之一那我的工作方面，刚刚老师有提到我是做口译的工作，那有一次很荣幸能够翻译，就是我们前印度代表史达人代表拜访侯友宜的时候也有担任口译，那我非常喜欢这个工作，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会想要分享有关语言还有这个翻译方面的题目。那在听的大家，你们很多都是印度专家，你们可能认识印度比我还要多，所以可是可能有一些，也有一些是新的人，所以我跟你们大概解释一下，就是印度的沿海线是蛮长的，大概7000多公里。那首都上当然是新德里，是在北部，在那个 Haryana 紫色那边。这个地方是首都。那州这个边境的国家包括有中国、不丹、尼泊尔、
这边是巴基斯坦，然后这边还有孟加拉跟缅甸，那这边还有一个斯里兰卡，可是没有陆地的边界，就是在跨海可以到斯里兰卡。那印度的人口最近的统计好像已经超过中国，听说就1.3 就是13亿，超过了。可是那个 consensus 那个普查不是那么的准确，或是那么的更新，可是应该是非常接近，或者已经超过中国。那印度总共这边看到那么多颜色是不同的邦，所以总共有28个邦，然后8个直辖区。那在印度非常多元，所以常常会被问说印地语或是印度语。可是我们印度没有所谓的印度语言，因为我们是很多语言的国家。那有大概100多个语言，是有超过10000个人，通常会沟通。那主要的官方的语言有22个。那印度的货币是卢比，大概1块美金等于70几块印度币。那印度的宗教有很多，印度是世界上四个宗教的发源地，就是我们这边的 Jainism、Buddhism、Sikhism 跟 Hinduism， 印度教、耆那教。佛教跟锡克教都是在印度诞生的。那印度也有很多的圣人，那大概比例是这样子，最大中80%是信印度教，那大概有15%是伊斯兰教，然后有少数的Christianity， 这个有分天主教跟基督教，大概加起来大概 2.3%， 那还有锡克教、佛教，然后还有其他的教，耆那教。那为什么这边特别讲到耆那教？因为耆那教跟佛教、锡克教这些都有影响到印度的饮食。那我们等一下会再讲更多。那大家，我不知道我们听的人应该有一些人住过印度，或者是有最喜欢的一些印度美食。这边列出来的有没有你们觉得很熟悉的？有没有听过或吃过？你们可以打在那个对话框里面，或者你们知道它的中文，我会念一次。然后如果你们有吃过或者是喜欢的，你们可以打在那个 chat 里面。第一个是 samosa， 就是我们的炸咖喱饺，然后里面通常是包马铃薯，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豌豆。那第二个是 pakora 也是炸的。那在家里要做 samosa 很难，可是 pakora 比较好做，因为它里面可以就是有点像日式的这个 tempura， 然后就是外面会有粉，然后下去炸脆脆的。那这个是 popper 就是印度的脆饼，一个咸的。然后接下来是 chicken tikka， 就是去骨的烤鸡块。然后这边是 naan， 很多人喜欢台湾的全世界都是很多人喜欢这个烤饼，这通常是面粉做的一个烤饼。那 biryani 呢，是印度的烩饭，就是里面会有很多素的，就是素的可能是一个 vegetable biryani， 那荤的话可能是 chicken biryani， 鸡肉的、羊肉的这种香料饭。然后再来，我们这边有一个，对不起，我们有 dal 是豆类做成一个咸的咖喱，一个咸的菜，然后通常是配饭。如果比较水的话，就是配饭；如果比较干的话，就是配饼 ，roti 这个饼。那 dal 因为印度很多人吃素，所以 dal 是一个很重要的蛋白质来源。然后 dal 可以有很多很多种。以前那个印度有讲过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他说他第一天去吃，然后给他吃扁豆，第二天一天是红豆，一天是绿豆，第三天有另外一种豆，他想说应该没有豆子可以继续吃吧，结果隔天也有豆。那他一天可以有7种，一个礼拜可以有7种不同的豆类做的dal，然后非常好吃，也是我最喜欢吃的，就是dal配饭 ，dal chawal。下一个，这个是甜点，非常非常甜。我常常会提醒我的台湾朋友，就是不要一口整颗 gulab jamun 吃下去，因为可能会受不了。那可是也是一个印度的甜点的一个代表的食物。那下一个是 kheer 是
也叫米布丁，那在家里很容易做，然后也可以调整它的甜度。然后在印度很多的节庆，我们后面会分享到，大家会吃到这个米布丁。那右边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masala tea， 就是我们的茶。那这个也是很容易做，然后是通常大部分的印度人每天一定要喝到两杯到十杯。因为每次去拜访客户或者是去朋友家，都会被奉上一杯茶。那还好，通常那个印度的茶杯是比较小小的，大概这么大而已。那甜度有时候很甜，所以如果你们不习惯的话，可以叫它甜度少一点。下一个是 Lassi， 这是我最喜欢的印度饮料。那它是用 yogurt 做的。优酪有点像优酪乳，可是在印度它比较稀，而且可以是咸的或甜的。那很多台湾人喜欢就是芒果 Lassi。 下一个是 paneer， 然后我刚刚看对话里面很多人打说他们最喜欢的是 paneer。 对，那这个也是印度独特的一种 cheese， 它是用牛奶做的。那因为印度很多人吃素，所以像 chicken tikka 他们没办法吃，他们可能就会做这个素的 tikka，那就是用 paneer 做的。那下一个是 raita 是一种 yogurt salad， 然后它就是可能里面可能是蔬菜或者是其他的馅料，然后这个是一个咸的东西。它 raita 很搭这个 biryani， 从通常我们 biryani 跟 raita 会一起吃。好，很多外国人喜欢的这个是 butter chicken 奶油鸡，其实它的印度名字叫 chicken makhani。那下一个是 chana masala， 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印度料理。那 chana masala 是鹰嘴豆咖喱，那 masala 是香料的意思，它也可以是一种烹饪一个咖喱的名字。好，然后刚刚很多人说很喜欢 pani puri， 这是一个印度的街头美食，也是我很喜欢，每次去印度我一定会吃。可是去吃的时候要很小心，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 pani 的意思是水，那那个是一个咸的水，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它这个是用哪一种水去做的。因为我有一次去印度，我吃坏肚子，因为我吃了太多 pani puri 里面的 pani， 然后有拉肚子三天，结果我不能参加我本来要去参加的婚礼。所以这个可以吃，台湾也可以，现在也可以买得到，可是你们吃的时候要小心。那 kebab 就是鸡肉肉串，可以是羊肉或鸡肉，也是这个也是从等一下会讲为什么印度会吃这种 kebab 这个东西，它当初是来自哪里。那最后这个就是 namkeen， 这个台湾也可以买到，就是我们的一些咸零食。那它是即食，就是像洋芋片，它是包装，可以直接买来打开来就可以吃。那有很多不同的口味跟品牌，所以好，大家现在肚子饿了吗？好，我们就开始讲正题。印度饮食这边我们看得到，这边就是我们的 tandoori chicken， 然后这边是不同的 curry。 我们如果去这个印度餐厅吃饭的话，大概会有这些东西。这个是 naan 在右上角这边，然后这边是 chicken tikka，然后这个看起来像 butter chicken 或者 chicken masala。 所以印度饮食印度美食的历史真的很悠久，那大概是从几千年之前就有了。那因为印度有被很多不同的族群殖民过所以或者统治过，所以也会这些也都影响了印度的美食，印度的文化跟印度的食物，那也创造了很多丰富很多不同的口味，很多丰富的口味。那这些影响，因为他们到印度，我们前面有看到印度的地图，印度很大，那这些不同的国家的殖民者有到印度不同的地方，所以印度每个地方因为当地的气候或者是他被哪一个群组殖民过，或者当地有什么样的农作物，就会影响到那边每一个区域的当地的美食。那印度真的是一个香料王国，所以那边很多的美食都会有很特别的味道，很丰富的味道。那我们后面会分享到更多有关香料。那可是印度的食物不只是它的吃起来的味道，就是让我们嘴巴吃起来很开心，另外呢，我们在闻它的时候
也会很香，甚至看到这些食物的时候，眼睛也会很开心，因为那些颜色真的是很丰富。那另外一个，不只是这三个感官，我们身体有五个感官，对不对？所以这边有三个感官，就是耳朵、眼睛跟舌头。可是另外我们你们可能知道，很多印度人是用手吃饭，尤其是这边我们看到这个 roti 或者这个 naan， 因为我们啊，这边是 papar， 这是 papar， 我们在吃的时候，这些东西我们会用手去抓，然后真的可以感觉到它的温度跟它的质地，那就是甚至是让我们的 sense of touch， 就是我们的第四个感官也会享受到这些食物的美味。然后第五个感官是什么？还有一个还没讲，对不对？是听耳朵。那这个怎么样享受到我们吃的东西呢？比如说我们在煮的时候可以听到它的那个声音，还有我们在吃的时候，因为有不同的质地，所以比如说这个 popper 在吃的时候它会脆脆的，所以也会有我们每一个感官都可以享受到印度的美食。OK， 那我们印度人，你们可能如果有住过印度，或者有跟参加过印度的 party， 你们可能会知道说，这个印度人吃饭时间跟我们台湾的吃饭时间不太一样。台湾通常中午十二点就会吃午餐，然后七点以前会把晚餐解决掉。通常，可是如果去参加印度的 party， 通常这个一般而言，比如说婚礼啊或者其他的 party， 大概中餐大概是两点之后，所以如果你们要去参加，可能你们中午先吃一点东西，或者早餐晚一点吃，或者吃多一点，不然会很饿。那晚上更重要，可能七点大家开始慢慢抵达，九点才会开动，然后吃完可能是十一二点。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们要去吃的话，可以先吃一点东西。那我们印度人在哪里吃呢？在家里面，我们可能是有一些家庭是会有餐桌，然后有餐桌跟椅子，可是也有一些家庭可能是可能是坐在地上，或者是直接坐在沙发上，甚至有也有在床上，然后铺一个报纸。所以各种地方，在家里，我们在各个地方都可能是会在厨房旁边的那个地上，然后铺上这个小垫子，然后在那边吃。所以各种不同的地方都会吃。那吃什么呢？就是我等一下会分享更多有关我们的不同种类的食物。那如何吃？刚刚也讲过了，可能是用手，有些人是用手，有些人用汤匙。我们不会有人用筷子，然后有刀子或者是汤匙或者是手。那为什么吃这些东西？其实印度的饮食跟最从我们的历史来看的话，很多印度的饮食是跟Ayurveda， 就是阿育佛陀这个有点像中药的概念，就是食物有分它的不同的特性，然后不同的吃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用意。好，那印度的，所以我们稍微摘要一下，就是印度的美食主要有几个特点，真的是世界有名，所以我们去任何国家，我们一定会找得到在那边当地，就像会有中式料理的馆子，一定也会有印度餐厅，然后印度餐厅也会有很多种，从比较平价的到最高价比较昂贵或者米其林等级的都会有。全世界都是。那因为印度这么大，然后印度其实不是有时候不能叫做这一个国家，而是很多的不同的 state 跟族群的一个结合，所以印度的食物也非常多元，然后各种都可以找得到。那我们等一下会讲，所以印度东边、西边、南边北边跟中部，印度中部也都会不一样。我本身是来自印度的中央邦，那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香料，那每一个香料也有它的特性跟它的用意，跟它对这道菜所带来的感觉也会不一样。那真的印度的美食是无法挡，就是不可抗拒。很多人很
当然外国人会很喜欢吃印度料理，那印度人自己他们住在国外，不管是住在台湾，也会非常想念自己家乡的料理，或者妈妈手上做的东西。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印度的美食不只是咖喱，常常很多人想到印度食物就想到咖喱而已，可是不是只有咖喱，像这边这个盘子里面没有一个东西是叫 curry 的，所以中间这个是 naan 上面有 pepper， 这个碗里面是香料饭或者可能是 biryani， 然后 biryani 就是搭配这个 yogurt raita。 好，那这个应该是一个 dal， 就是我们扁豆的一个汁，菜汁。那在国外，还特别是在台湾，这个就会被叫做是 curry， 可是在印度我们不把它叫做 curry。 然后这两个是比较是 vegetable， 就是一个蔬菜，一道蔬菜，这是一道蔬菜，这是另外一道蔬菜，所以这个在台湾也会被叫做是 curry， 可是其实它不是一个 curry。 那另外这两个应该是荤的，这个可能是比如说羊肉，然后也不会被叫做 curry， 可是在印度很多这样子的 dish， 就是这个碗里面装的这些配菜不算是 curry， 我们不会把它叫做 curry， 有一些可能是比较多汁的，有，那我们会把它叫做是 gravy， 就是菜汁，那有一些会比较干，那通常搭配饼的话会是比较干的，然后如果是搭配饭的话是会是比较水的。那这个旁边这个有腰果在上面，这个就是我们的甜点，就是 kheer， 前面讲的那个米布丁。那这个整个盘子一起就叫做 thali， 这个后面也会讲，这是印度独有的一个概念，可是重点是不是全部都叫做咖喱。好，然后呢每一个区域会有它的特征，就是印度东西南北不同的 state， 不同的邦或者不同的城市会有他们的算是他们的名产。那通常这个名产就是看他们当地的食材来发展，就是这么多年以来他们会发展出自己特别，就要像台中的太阳饼类似那样子的感觉。然后呢另外一个重点是宗教也扮演很重要的，宗教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在印度的这个美食或者食物方面。好，这个图是网络上面的图，那大家可以有空可以去看，那目前都是英文，不过重点这边要强调重点是每一个 state 就是有它的名产，就是 must try， 比如说 Gujarat 一定要吃，比如说 Thepla 或 Tokla， Tokla 是一个点心，然后 Thepla 是一种饼，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很多种饼，所以每一个 state 又有它必须吃的东西，比如说 UP 这边就是它的香料饭 biryani， 或者南部的比如说它的dosa idli。 好，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印度的话，当然要尝试这些不同多元的美食。那如果在台湾的话大概可以吃到一半，那剩下那一半就台湾可能买不到，除非你有印度朋友来自那个 state， 那你就可以贿赂他，然后请他帮你煮或者教你怎么做就可以吃得到。好，那我们现在讲一讲就是印度的饮食文化里面的历史的部分。我先分享这个照片，所以这个如果在印度我们要做这个餐饮的外带，像那个 Uber Eats 这种，如果叫来的话，它就是会有这些东西。这个就是我们的 Samosa 里面是包马铃薯，然后 Samosa 会给我们搭配这种酱料，所以绿色的这个是香菜酱，然后这个红色是这个罗旺子酱 Tamarind Chutney and Mint Chutney， 然后它有那这个那里面有包东西，所以它叫 Bharata， 对。然后这个应该是 Puri， 然后这边是 Pepper， 就是脆脆的，这是一个鹰嘴豆的咖喱，然后这个是奶油鸡，就是一般送来会是这样，然后旁边这个是饭， OK。 那印度就是这边字比较多，那这边我要讲的重点就是从印度的饮食可以从大概2000年前开始说起，然后那个时候它是印度河 Indus River Valley 那边的这个
一个文明叫 Mohen， 一个地方叫 Mohenjo-daro， 然后那边的那个民族叫 Harappan， 然后他们就是用 Ayurveda 这种强调这个身体，我们吃的东西有六种味道，酸甜这边酸甜苦辣，然后刺跟咸，就是食物会有这六个味道，然后我们在吃的时候要找到一个平衡，因为我们吃的东西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跟心理，所以我们食物必须要第一个是从 nature 来，要从自然界来，而且要平衡。那大概1000年 BC， 就是现在的3000年前，可以这么说。1000 BC 就是有开始外来人进来印度河，然后让更多的因素来影响印度的食物。那在BC 大概600 BC， 我们看到这个佛教跟耆那教开始盛行，然后在近一点就是有亚历山大大帝开始在印度，可是那个时候也是孔雀王国跟佛教的盛行，然后大概120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有其他的印度北边有很多不同的朝代，然后他们就是喜欢艺术，他们有很多外来的人进来，然后开始有这个茶跟香料的贸易。那1200到1500就是伊斯兰这个阿拉伯人开始到印度，那也很多更这个整个贸易量也增加了。那在1500到1800就是蒙古帝国来到印度，然后开始这个印度的这个伊斯兰教美食或者阿拉伯美食的起步是从这边开始，所以我们很多的 tandoori 还有 naan 还有 biryani 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 Mughalite 美食的影响。那之后呢，就是英国帝国来开始殖民印度。那那个时候，就是印度的美食又开始有其他的变化。那再来就是现代，就是从1947年以来到现在，就是一个不同的时期。那所以印度的美食有受到哪些影响呢？比如说我们一开始的这个贸易伙伴，希腊人、埃及人、罗马人、葡萄牙，还有蒙古，就是中国这边的华人、英国人，那有被殖民，比如说有蒙古儿以及英国人有殖民。那另外有一些影响是来自比如说气候、宗教，还有整个农业。那印度美食真的印度食物真的是很多不同的烹饪方式，还有不同的文化跟不同的传统的一个结合。那是受到希腊的什么影响呢？比如说很多在印度食物里面用的材料，比如说橄榄油还有柠檬，这些是因为希腊的影响。还有一些香料，像是九层塔还有薄荷，以及一些某些蔬菜，像是茄子还有茄瓜，也是从受到这个希腊的影响。那另外还有葡萄牙的影响，葡萄牙的影响我们会在 Goa， 就是印度西边靠海的一个邦叫 Goa， 那边会比较明显。那很多的比较异国风味的蔬菜还有水果也是从这个葡萄牙的影响来的。那另外有这种华人或者蒙古的影响，那边的煮法是比较简单，比前面两个希腊还有葡萄牙的影响的做法，食物的做法比较简单。然后这个比较会在印度的东北角那边看到，因为那边比较接近中国。那烹饪的方式很简单，比较是用炸或者是蒸的方式，那也有很多的甜点。那所以我们旁边看到这边有那种饺子，饺子在印度叫 momos。OK， 那之后比较近一点就是蒙古儿的影响 ，Mughal influence。那这边基本上他们是伊斯兰教的人，那他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更多的香料，还有很多不同的煮法，还有比较吃肉食的这个影响也是从他们这边来。那他们来的
从 Uzbekistan 波斯阿富汗这些地方来的，然后比如说印度的有名的 biryani， 还有一些羊肉的做法都是从这个影响来。另外还有这个 kebab， 就是肉串，也是从这边。那因为大部分印度人是大多数是印度教，然后再来就是伊斯兰教，所以比较少会看到有人吃牛肉或者是猪肉，因为伊斯兰教不吃猪肉，那印度教基本上很多是吃素或者是不吃牛肉，所以大部分在印度吃的肉类会看到可能是羊肉或是禽类，其实禽类也其实只有鸡肉。那如果有吃海鲜，像东边或者 Goa 也会吃海鲜，可是大部分都只有吃鱼跟虾，比较不会有像我们台湾这么多种类的海鲜，或者其他的禽类也不太会吃。那 Mughlai 餐点里面会用很多的 yogurt 牛奶还有奶油去把那个他们那个菜汁变得更浓稠，而且也开始使用这个番红花的这个香料，就是实际上一个非常昂贵的香料，那也味道也很香，也会用在像 biryani 里面或者是甜点里面。好，诶，这个跑掉了。那这一页是这个英国的影响，英国的影响就是在饮料上，比如说茶，这个喝茶的习惯也是从这个时候来。那有一些特殊的比较西方的香料，还有因为他们在殖民的时候，就是比较有钱人、比较高水准的人会开始受到西方的饮食影响，然后会开始吃一些像这个排骨啊，或者是开始有汤。本来印度料理是没有汤跟沙拉的概念，那这个是后来来的。那另外有一些像甜点、蛋糕，因为印度的甜点是比较不一样，不是像糕类，可是因为英国人来，那个时候就开始有比较多的这样比较西式的甜点。然后这个一个咖喱配饭的这个概念也是在英国人那个时候比较常见，然后变得也是慢慢散布到全世界去，就是那个 curry 这个名字，还有甚至 curry powder， 就是可能英国人为了把这个印度料理的概念带回去英国，那他们就是用这个咖喱还有咖喱粉这种概念，因为它比较简单，因为我们印度人在家里煮，我们不会用一个咖喱粉，我们是等一下会讲香料的时候我会再讲多一点。那还有我们的印度人的厨房，还有印度家庭的这个餐厅，这个摆设跟设计也大概因为英国人的影响所以有所改变，还有我们用的这个餐具，比如说汤匙啊、叉子啊，这些也是这个时候改变。那所以前面也一直讲很多遍，就是印度料理有分很多不一样种类的，所以这边非常简单，我们前面有看到比较复杂的图，那这个算是一个比较简化版的，就是我们北部可能就是比较多饼，可能是 naan 或者是 roti， 然后配比较多的肉类。那中部的话也会有饼，可是比较多的蔬菜。那东边就是像 momos 就受到华人的影响。那南部比较会有这种鱼、海鲜，还有饭，会比北部吃更多的饭。那西边也都是比较吃素，这边也都是蔬菜跟饼类的。好，那南部呢会用很多的椰子，因为这边靠海，所以他们生产很多的椰子，所以南印度的咖喱，还有这边是 Goa 这边的 curry， 还有 Madras Chennai 的 curry 也都会有用比较多的椰子。那北部会比较用番茄啊，或是洋葱来做那个咖喱的底。Okay， 那南部一般人说就是南部的料理比较辣，可是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都很辣，所以我去那边印度餐厅我都要说我要小辣，因为连中辣对我来讲太辣了。好，那所以印度的美食可以分很多种，我们前面讲东西南北，可是没有那么简单，不是只有东西南北，甚至东西南北里面也有很多种。那
这个照片为什么放在这里呢？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个就是番红花的花。然后呢，这个香料我们就是这边这一条，就是拿来做料理。所以要收集这样子这么多的番红花的香料，你可以想象要多少花。所以这个东西那么贵。那印度自己好像没有生产太多，所以它通常是来自西班牙还有伊朗比较多。可是印度人很喜欢用，因为尤其是在一些甜点里面。好，那这边讲到，所以印度北印度料理可能是来自克什米尔，或者 Rajasthan 邦，或者彭加布邦，或者是这个印度的中央邦。所以这边的美食都会不一样。Rajasthani 跟MP 通常是会是素的，那 Punjab 跟 Kashmir 可能会有比较多荤的。那西边可能有Maharashtra 就是孟买这个地方，还有 Goa 或者是 Gujarat，Gu 是不是就拼错了？Gujarat 就是我们现在的总理的这个邦。那这边比较多是吃素，然后这边比较会是海鲜。那南部呢？南部又有分，因为南部有很多的 state，有 Tamil Nadu，有那个Karnataka。Kerala 跟 Andhra Pradesh，那这边的料理也都不一样。那东边就我们有这个 Bengali，就是西孟加拉邦或者 Odisha 邦或阿萨姆的这个美食，那这些都不一样。我没有全部都吃过，我很想全部都吃吃看。可是，好，这个因为我们一般人会想说，人生中一定要做到哪些事情？所以我的人生要一定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邦的美食都要吃过一遍。好，那等疫情过之后，我再去印度吃吃看。那什么叫做北印度？我先来讲一下这个每一个地方的食物的大概一些特性。那北印度的料理，其实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吃到的印度料理通常是北印，包括台湾也是。所以在台湾，一般我们去印度餐厅的话，他们可能会有饭，有一些不同的菜，或者肉串，还有饼，还有这个 yogurt，这些都是北印度的料理。那尤其是这我们前面讲那个蒙古儿的美食，还有素食的这些餐点。那它的历史刚刚有讲过，所以我不要再讲。可是，一般在其他的国家，通常第一个会进来的印度美食，通常会是北印度料理。好，那对不起，这边应该是东部的料理。东部印度东部的美食最有名就是他们的甜点，因为西孟加拉邦的人真的很喜欢甜点，而且也很会做这些甜点。这是他们最有名的一个叫 Rasgulla，我昨天在一个聚会中有吃到。人家家里自己做的真的很好吃，我之前是不敢吃 Rasgulla，因为我觉得它比那个 Gulab Jamun 还更甜，然后就很像海绵。可是我昨天吃到家里做的，然后觉得哦，Rasgulla 也可以做得很好吃。那旁边这个是甜的 yogurt，这些都是West Bengal 西孟加拉邦或是印度东边的有名的美食哈。这个是 sweet yogurt，然后另外，东边因为也是靠海，所以他们也很喜欢吃鱼。那他们的一个菜叫 Mutton Chowl Fish Curry，是全印度非常有名。那他们的鱼的吃法很多，可以烤的、炸的，然后也炸成 pakora，然后也用那个 coconut 来吃。所以这个我很想要去尝试这个印度东边的这个鱼的料理，那他们的这个鱼的 curry 通常是配饭。那另外一个东印度最甜点，最有名的是他们的甜点。那它跟印度北边的甜点什么差别？因为北边的印度的甜点是用牛奶，然后一直煮，一直煮，一直煮，然后让它变得很稠、很浓稠，几乎是变成固体，所以它会觉得比较腻。就是吃起来比较重、比较腻一点。可是东边的这个美食呢，它是用比较清淡的、清爽的这种做法，所以吃起来会不知不觉就吃了很多，然后隔天就后悔。那西边的
料理呢，大部分是素的，就刚刚提到，比如说 Gujarat， 还有Rajasthan， 很多人是从印度北边的这个 Rajasthan 邦，然后再移动这个 Marwari 这种人种，他们然后到 Gujarat， 所以他们很多都是吃素，然后都是用当地的一些材料跟蔬菜来做出来。那因为他们不太吃肉，所以他们会用 ghee 就是印度的这个酥油，酥油不是 猪油来的那个酥油，就是印度的这个 ghee 自然的油来做成加在他们的料理里面，所以甚至东西煮完之后也会拿一瓢的 ghee 然后淋在上面，或者抹在那个饼上面。那这个也是因为这个 Rajasthan 本来是沙漠，所以用这种料理可以让这种端出来的方之后再淋 ghee， 可以让他们的食物可以更丰富一点。好，那南印度呢？南印度料理，这是我最喜欢吃的，就是他们的 dosa， 这个三角形的这个饼，然后这边是白色的，这个算是一种像米糕或者台湾的发糕，可是不甜，然后它是用米做的，然后另外是同样的这个东西，然后是用炸的，叫 vada。那主食是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搭配这种菜汁或者所谓的咖喱叫做 sambar， 就是搭配 sambar， 然后会放在椰子上面这样子吃，这是印度南印度的最典型的美食，这个叫 dosa， 这是 idli 跟 vada。 所以我们想到印度料理，印度人想到南印度料理大概就会想到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通常是 米磨成粉，或是米泡水，然后再用那个果汁机把它打成一个泥状，然后再来做这些东西。那它就是因为它比较味道比较淡，所以它就很搭这个南印度的比较辣、味道比较重的这些咖喱。那这些咖喱都是用豆子，就是不同的 dal， 不同的豆仁去做的。那一定会有这些 chutney 就是酱料。那我最喜欢是这个中间这个白色的，就是 coconut chutney， 椰子酱料。那我们去，所以这个在印度算是一个早餐。所以如果你有去印度住在饭店，像台湾可能会有稀饭啊，或者是那个吐司配果酱或者火腿什么的。那去印度的话，可能会有西式的早餐，火腿那些面包。那另外通常也会有这种南印度的其中一个，可能今天是 dosa， 明天是 idli， 然后有会搭配那个 sambar。 那有一些餐厅可能中午或者晚上也可以吃得到，我通常去我都会跟他多要一碗这个 coconut chutney， 因为真的是非常好吃。那在印度呢，这个是用新鲜的新鲜的就是干的椰子，不是绿色的，不是喝椰子汁的那种椰子，是已经干掉，然后咖啡色。很可惜，那个台湾很难买到，所以台湾很难做到新鲜椰子的椰子酱，只能用那种干的椰子去做，那个味道不太一样。所以你们有机会到印度的话，一定要吃吃看这个印度的这个 coconut chutney。那台湾很久很久没有南印度餐厅有这个南印度料理，一直到大概10年前就开始慢慢起来。然后现在有一个后面会讲，就是这个清奈妈妈，在台北的清奈妈妈，她有这个有南印度的料理。好，那接下来我要分享一些独特的印度饮食的观念。这个可能大家有听过，这个叫 Dabbavala。 那 Dabbavala 是一个人，就是做什么什么职业的人， Vala 是代表人，那 Dabba 就是盒子或便当或餐盒的意思。那你看他手上拿了这么多这个餐盒，这不是全部都他要吃的，那个是他帮人家运送这些餐盒。那他就是拿那个便当快递，对，就是
他会拿，这个通常只有孟买会比较会有这个，然后太太在家里煮好午餐，然后会装在这个便当盒里面，然后这个 Dabbawala 会来跟他收，那一天要收好几百个便当盒，然后送到可能老公上班的公司，然后送到老公的手上，这是他每天的工作。然后有时候他会把那个空盒也拿回去，或者是空盒是老公自己拿回去。Anyway，另外想说，为什么这个要发展一个职业？为什么老公不直接早上就把便当顺便拿去？因为他不会吃昨天的便当，所以一定是当天早上做。不过早上出门太赶，没办法早上就做好。比如说他会有一二三，大概四格。至少三个以上，那早上没办法做那么多，所以就是可能老公先出门去上班，然后后面做完再把他送过去，也许也有送到学校。那这个在印度是一个，在孟买是一个产业，而且这个有做过好像哈佛大学的一个个案研究，那也当然也拍成电影，因为任何东西可以拍成电影。那有空的话，大家去可以看这个《美味情书》，很感人的一部电影。好，所以这是一个 Dabbawala。那下一个呢是一个叫 Langar 的这个东西。那我们Langar 这算是一个免费的厨房。那它的观念是我们要服务人群，服务其他的人。所以在这边你看到这些人在 serve 在端菜，他们就是会到一个人一个人面前，然后给他们，比如说有那个菜、那个咖喱饭或者饼、水，都是那个吃饭的人都不用起来，他就一直坐，坐下来之后就是一直坐着，然后一直吃到他吃饱为止，他再起来。那很多去那边吃的人也会服务其他人，就是他吃完，他可能要换他去 serve 其他人。那在这个Langar 里面，这个通常是在 Gurdwara 这边的一个习俗，一个做法。那 Gurdwara 就是锡克教的庙，叫 Gurdwara。那这个 Langar 是锡克教徒在全世界，他们盖 Gurdwara 会做的一个服务，就是奉献其他人。那去煮的人也是志工，然后去端的人也是志工，然后吃完的人也会自己换他们去当志工。那这是一个非常特别，而且他们比如说有一些地方，就像台湾的慈济，有一些地方发生一些灾害啊，或者灾难什么的，他们会去帮忙，会去服务他们，然后谁都可以去，对，untouchable 也可以去，因为我不知道印度会不会。我自己看不出来谁是 untouchable，谁是 touchable，所以我是觉得大家都可以去，而且锡克教徒也不会看那个 caste，所以这个是 open for everyone。那很可惜一点是台湾还没有 Gurdwara，不过2年前我们在世界宗教博物馆在永和那边有办一个 Langar，让台湾的人可以体会到这种奉献的精神，那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就是进去 Gurdwara 就是要把头盖起来，大人、小孩、男生、女生都要把头盖起来。那，而且，他会一直到你面前要给你，除非你，然后你最好是把它吃完，不会有人浪费。那你不想要的时候，就是你真的要跟他讲说不要。不然他会一直给你更多的饼或者更多的东西。那我自己有去过几次，那不是只有锡克教徒可以去，所有的人可以去。像我妹妹住在德国，那德国也有 Gurdwara，那边的甚至当地的德国人，还有很多其他地方的学生，之前很多的难民去欧洲国家的时候，他们也会去那边用餐。好，那这个是 Langar。OK，下一个是 Thali，Thali 我前面有一张照片有给你们看。Thali 的意思就是这个盘子，这个铁盘子就叫 Thali。那在这里，Thali 的意思是说，我的盘子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咖喱饭，还有饼，就是不同的料理都放在上面，然后端到我们的客人的面前，这样子叫一个 Thali。台北有一个餐厅也叫 Thali，那很多地方这个是吃到饱，他也会一直给你，一直到你说不要。再比如说我以前我先生住在中东
杜拜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那个塔里是吃到饱，所以你去餐厅你可以点单点，就叫 a la carte， 或者是你点塔里，那塔里就是有点像吃到饱的概念，就是不是 buffet， 不是你站起来去拿，他会帮你端到你的桌子这边。可是对不起，我必须提醒，台湾的餐厅如果有塔里，那个不是吃到饱。所以不要说李维京讲课的时候说那个塔里是吃到饱，你怎么没有让我吃到饱？对不起，台湾的餐厅不是吃到饱，它只是塔里，它会摆设像这样子，然后让我们有家乡的感觉，可是不是吃到饱。可是在印度通常吃到饱。好，然后它里面会有很多东西，通常这个是在西边的 Gujarat 还有 Maharashtra 跟北边的 Rajasthan 会有这样子的概念。那它里面会有很多，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芒果泥，就是算是一个 dessert， 一个甜点，然后是Gujarat 很常见，然后这边就是有不同的菜，然后这边是 Dhokla， 这是一个点心，这个也是点不同的点心，然后饭，然后这个是 dal， 这个就是绿豆仁咖喱，然后这个是饼，我们的 chapati 跟 papar， 然后这个就是 lassi 就长这样子，也叫 charge。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典型的 thali。 我已经开始流口水了。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印度比较独特的饮食的观念是我们的印度的烤饼，印度的饼类真的是很多种我这边有四个，可是这个连结呢是有22个不同的饼。这个是 Rajasthan 的，这个也是用全麦做的，那我们它全麦然后弄成一坨，然后再放到烤箱里面烤。这个是甜的，然后这个是里面包东西，然后这个是没有包东西，可是上面有放油。好，然后旁边这个是腌印度的腌制菜类。我看我如果点进去会发生什么事，可以分享吗？好，有开了，可是我这里没有开到。我看，分享另外一个 page， 大家还在吗？在，都在，肚子很饿了。我也是。好，有看到吗？好。这是一个网址，它就是有印度列出了22个不同的 breads， OK， 那这边上面讲了这个四个嘛，然后比如说 Puri 就是炸的，然后用全麦做的是炸的，这是也是算是日常的东西。Luchi 是不同地方，所以我本身没有吃过 Luchi。 这个是 Paratha， 就是里面会包东西，就叫 Paratha， 这也是一般家里会做。 Naan 一般家里不会做，因为 Naan 要那个 Tandoor 烤箱，而且它会需要用那个发酵粉，所以一般家里不太会弄 Naan， 所以去餐厅才会吃。然后这个是 Kulcha 就是 Naan 里面包东西，包馅，然后就是上面会放这个一坨，有 ghee 就用 ghee， 没有 ghee 就用 butter。好，所以印度那种文明病很多。好，那这是印度南部的这个 appam， 就是跟我们的那个 dosa 还有 idli 南部的这种饼这个是另外一种，跟 puri 很像，可是比较厚，然后也要发酵，然后这是用面粉做的，不是用麦粉，然后它通常是配那个鹰嘴豆咖喱。然后这个是里面有包馅的有几种，那这个是包甜的，刚刚那个是包咸的，然后这种是比较厚一点，然后里面比较没有味道，然后是整颗用到烤箱里面去烤，这是比较薄，像可丽法国的可丽饼，然后这个是没有包馅，可是上面会弄油，这是不同，这是印度南部的克拉拉邦的，然后这些有一点像我们的葱油饼，就是它会有一圈一圈，然后里面会有一些油，让它比较酥。这是一般家里每天会吃的东西，就是 roti 或 chapati， 然后也会抹一点 ghee， 这是用另外一种面包，然后是用不是面包，对不起，饼，印度饼，烤饼，然后是在 Goa 跟 Gujarat 吃的，所以都很像。然后我也不是每个都吃过了。这个是 tandoori roti， 这个是在我们 naan 跟
Tandoori Roti 就是在都是在 Tandoori 烤箱里面做，差别是 Tandoori Roti 是用全麦面粉，全麦或是麦粉，然后 Naan 是用面粉，然后这个是刚刚那个球状的，这是在 Rajasthan 吃的。另外一根球呢，我上面这个我吃过，下面那个我没有吃过，这是 Kachori， 这个里面有包馅，然后是炸的，然后这个我也没吃过，可是看起来是甜的。这是 Thepla 呢是薄的，然后它是来自 Gujarat 跟 Rajasthan， 然后它本身有咸味，然后它会加这些叶子呢，就是一些香料的叶子，然后它不用沾任何的咖喱，它本身味道都很香，然后最好是它可以放很久。所以像台湾人出国不是会带泡面吗？印度人尤其是 Gujarat 的人出国就会带 Thepla， 而且会带很多，然后可以放很多天，这个真的很好吃。所以可是一般餐厅不会有，所以如果你们有印度朋友可以请他做 Thepla 给你吃。这个我没有吃过，就叫Tuftan。 OK， 那听起来看起来好像是这种比较中东的影响，它是用牛奶去和这个面粉而不是水，其他大部分就是用水。好，我现在回去我的 PPT， 在这里，对不起，等我一下。好，刚讲的，然后我后面还会再讲其他的，特殊的印度饮食，印度美食的特殊性。我先把我的 PPT 先用全荧幕，不好意思。OK， it's here。好，对不起，我会一直往下看，因为我旁边又弄一个荧幕，不然我看不到大家的脸。好，这个是叫Dabba， 跟我们前面讲那个 Dabbawala 不一样，那个是 Dabba， Dabba， 这个是 DH， 发音 D，D， 对不起，职业病，我以前教 Hindi， 所以这两个音是不一样。Dabba 就是这种小吃，这种小吃，街头小吃，或者是那个高速公路的路边的小吃，然后他们很多美食是 Dabba 的版本最好吃。他们真的味道弄得很特别，而且会很多人常常去那边聊天啊，然后很多这种高速公路上面的司机。然后印度很奇怪，就是餐厅会叫 hotel， 这个 hotel 不是住的地方，它是通常是一个吃饭的地方，可是它会叫 hotel， 那它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这种点心，也会有正餐都会有。 OK， 这个是Dabba。 另外一个印度比较特别，不好意思，我的那个 layout 有点跑掉，那个概念应该要在同一行，就是印度的这些现在西方的素食的种类也不太一样，所以如果去印度的麦当劳，你可以吃到羊肉堡，或者是这个马铃薯堡，这个 veggie， 它里面就是一个 potato Tiki， 就是马铃薯的堡，然后真的很好吃。然后它的卷，它里面是包 paneer， 就是印度的 cheese， 甚至我们的印度的达美乐，它也有这个用 paneer 来做成这个 cheese topping 放在上面，然后有那种印度的香味。所以有机会也如果到印度，除了印度当地的美食，也可以尝一尝印度的麦当劳或者印度。对不起，我不在帮他做广告，就是一些看有那边有哪些素食都可以试试看，就是他们的那个披萨。那另外一个很特别，也真的很好吃，就是印度的这种chart and sweet shop。Sweet 在印度我们讲甜点，不太会有人讲 dessert， 大家会讲 sweet。Sweet 的意思就是甜点。那另外他们也会有这种 chart 就是一些咸的点心叫 chaat，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这个是 gulab jamun， 然后这边很多都是这个咸的点心，大家可以点来，然后这边墙上也这边都是，然后这些算是快餐，就是印度版本的素食就是这个，然后它上面会卖这些，也可以带回家自己做。
这是我如果去印度，这是我必逛的地方。然后这边真的可以坐很久，然后吃很多不同的东西，每天去可以吃不一样的东西。那这个概念在其他的国家也开始慢慢有，比如说在中东，在杜拜，他们也开了很多这种印度的零食的品牌，像 Bikaner Vala 或者 Haldiram， 他们也开这种店，所以我很希望他们也可以在台湾开一间，因为我真的很想念。OK， 那这边都是我们的 Namkeen。我们现在台湾，比如说在印度，像印度店会买到一些可以直接打开来吃的一些零食。我前面在我们的清单上面有列到那个 Namkeen， 就是后面放在这里。然后印度每一个店呢、啊，它都会有一个小小的佛堂，然后他们会有，比如说他拜的哪一个神，这边是象神，然后那个老板每天早上会在这边点香，然后奉献一些花，还有可能是他们那天煮的东西也会献给神。另外一个印度很特殊的美食是印度的中式料理，好，这个在台湾吃不到。那很多印度，你如果有印度客人要来台湾，然后你问他说，哎，那你饮食方面你中式料理你可以接受吗？他说，哎，可以接受，我常常吃。可是他在想象的是这些中式料理，而不是我们在台湾吃的，因为他们来还是会吃不习惯，因为在印度的中式料理比较特别，比如说有这种lollipop chicken， 还有那边的炒面是比较是客家，然后比较辣味的客家炒面。还有这个呢，这个是印度式的中式料理，叫满洲贡丸，然后它是素的，所以它是用蔬菜去捏成丸子，然后再用那种酸辣的那个汤汁把它煮熟，然后叫满洲贡。这个台湾的印度餐厅现在可以买得到，有几家餐厅他们有做。所以这是比较特别的印度美食。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印度的叫做印度的口香糖，就是印度的餐后让口气清新的一些香料。所以要去买的话，它会像这样子的一瓶一瓶会卖，然后在餐厅它会摆成这样子一碗一碗，然后会有一个小汤匙，可以用小汤匙弄一点，然后在手上，然后直接吃进去。然后它里面通常会有一些可以帮助消化，还有一些香味的一些材料在里面。那这边左边那个呢是槟榔叶里面，然后一样包这些东西，然后有不同的香料，然后就是也可以整颗吃进去。这种是为了美味会吃，所以这个男女都会吃。那可是以前在印度也有，现在也有，就是很多比如说男生啊，或者是比如说开卡车的人啊，他们也会吃，有一点像以前台湾的那种吃槟榔的那种感觉。然后有时候在街道上会看到他们就是吐那个红汁，可是这种 pan 不是那个会放一些那种有药性或者会上瘾的那种烟tobacco 的东西在里面。那这个是大家都可以吃，有一些餐厅甚至会直接放在这个甜点的地方。好，那这个是就是印度比较我想到的比较特殊的饮食概念。好，那现在我们要讲时间还有多久？只剩七分钟对不对？哦，好好，那印度香料有很多种。那印度香料叫 masala， 那 masala 有分干的跟湿的。干的 masala 就是这些东西，然后直接磨成粉，或者这边比如说姜黄粉啊，或者这个是不同香菜籽，然后这是茴香，然后这个叫 mustard 芥末籽跟辣椒。好，那可能也会有湿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辣椒啊，或者是姜、蒜、洋葱这些东西，然后要把它
磨成泥状，那那个就叫 wet masala。 那印度的料理都会用这些东西。那每一个印度人，前面讲说印度没有所谓的咖喱粉，我们不太用咖喱粉，因为每一个人家里要煮东西的时候，他会自己拿这些香料，然后用自己的比例来做配方，然后每或者每一道菜会需要不同的比例，然后会自己搭配。那是因为外国人或者为了出口，然后为了让他们比较简单，他们就创造了一个所谓的就一盒的那种咖喱粉。那它里面已经搭配好比较标准的配方。那这是就是每个家印度的厨房都会有这个铁不锈钢的盒子，然后里面装这些，然后会有一个小汤匙跟盖子，就叫 spice box。 那印度香料，印度美食就用很多的香料，那可能是新鲜的或者可能是干的，然后那个如果是干的，就是自己在煮之前马上现抹现用，那个时候它的香味是最香的。那通常我们在煮的时候一定会先把它爆香，就是油放进去然后爆香，然后那个香味真的会出来。这边我本来一个连结，可是我不跳出去，因为会花时间。其实这个连结就是你去 Wikipedia 维基百科，然后list 它会有列出这个印度香料，然后我直接用那个 Google 翻译翻成中文，发现它蛮准的，所以大家就可以参考维基百科的 Indian spices， 然后直接翻成中文，就会知道大概有哪些印度香料常用的大概有哪些。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印度料理的一些烹饪方式。如果后面要讲的这六七个烹饪方式，你如果掌握好，你就可以做很多道印度的料理。第一个叫 tempering， tempering 的意思就是爆香，就是我用一点油然后加热，然后再把香料放进去，看那道菜要用什么样的香料。那这边是用茴香还有小豆蔻跟丁香，那这些放进油热了之后再把这些放进去，好，爆香，然后再把其他的料理放进去。这个是烹饪前半段，怎么讲，初期的爆香是这样子。那有另外一种爆香是东西煮好了之后再把这些东西爆香，这边是热油，然后再加上一些蒜头蒜片还有辣椒，跟这边可能有咖喱叶或者是香菜叶，然后爆香热了开始啪啪啪。我前面有讲到那个五个感官都会感受到，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会听到那个啪啪啪的声音，就是我们的耳朵在享受。那啪啪啪之后呢，就把它倒到我们煮好的这个扁豆咖喱里上面，然后它就会变成这样子，然后再端上桌。所以我们这个爆香有分前跟后的爆香。好，这个会增加，真的是增加它的味道。第二个是炸。那炸呢，就是有几种炸。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samosa 跟 pakora 的这个炸法。那这些东西就是一些 snacks， 一些点心，然后配奶茶。那 pakora 就是我们比如说这样子辣椒啊，或是马铃薯，然后沾在这个鹰嘴豆粉的糊，弄成糊状沾在里面，然后下去炸。samosa 就是一个一个要包。那个有一个就像我们包水饺那样子，包完之后然后下去炸，这是直接炸来吃。那这个是炸完之后呢再弄一些香料或者再烹饪然后再煮。所以可能做一道菜可能不只是一个方式，可能会有需要前面爆香后面炸，然后后面再用后面的方式。那另外一种炸就是我们很多的印度咖喱需要用到这种炸的洋葱，所以这个是前面如果要当做一个我们的咖喱的底，就是要做这个炸的洋葱，这些是不同的炸的东西。那第三个呀，也是很重要，也是最常用的，就是 puno， 叫做炒。那我们刚刚放完第一步是这个爆香完之后，然后再把那个洋葱放进去，稍微炸一下，让它颜色变。然后呢，再把番茄放进去。番茄放进去之后呢，要再炒炒，让它整个均匀在一起。那这个就是很多咖喱的这个底。
所以以前比如说如果有一些太太要上班了，她没有那么多时间，她就是先做好很多这个，然后再把它分装小盒小盒放在冰箱或者冷冻库，然后要煮，比如说煮马铃薯就拿一盒出来，然后直接等于说一半的工作已经做完了，然后再把东西加进去煮一煮，所以这个是炒的部分，再来是焖。那焖这个是我们的阿拉伯人或者蒙古人的一个煮法，那他们带来的，所以我们做他们的那个 biryani 就是用这种方式做的。那他要先把这个半熟的饭呐、啊，还有我们鸡肉或者其他的酱料一层一层叠在锅子里面，然后再盖起来。盖起来之后要用面团这样子把它封起来，然后再让它焖。那这个叫有 slow cooking 或者是慢煮或者是焖。这边写 steaming，可是它不只是 steaming，它还有这个焖的成分在里面。好，那再来这个是熏烤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鸡肉串或者肉串，这个这是一个坦都烤炉，那里面这个串肉串，所以他们是用熏的或者烤的。那另外一种熏的方式是锅子里面放这个炭，用一个碗把那个炭装进去，然后整个盖起来，让它焖在里面，这让它熏在里面 smoking。好，那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会有一些旁边的配料。那一个很重要的是这种pickle，就是印度的腌制菜类，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腌。上面这个是 Goa 的腌制的虾子，这个我没有吃过，我是为了做这个研究我才发现他们有这个，所以我下一次要去吃。那一般常见的是这些，这些很咸很辣，所以你要它是搭配我们的饭或饼一起吃，不是不要直接拿一口像 wasabi 那样子，真的会吓到。可是这些当初发展出来是因为它可以让食物保存比较久，然后刚好可以配这些菜色。那另外一个印度料理很重要就是我们的酱料，这个是我们前面南印度料理的这个椰子酱 coconut chutney。那这边有很多就是薄荷 chutney、洋葱 chutney，然后这个是番茄的 chutney，这个是辣椒的 chutney，很多不同的 chutney，这是罗旺汁。所以我们吃很多的点心啊，像那个 samosa、pakora，我们都会沾这些东西来吃。好，那最后是印度的甜点，印度的甜点很多，而且很甜，很多不一样种类的。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甜点，这个就是甜球，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一部电影，他有做这个 Laddu，这个就是 Laddu。好，那很多的甜点都是用 ghee 或者是油，就是这个印度的 ghee 或者是牛奶做的。好，那讲到甜点，直接可以讲到宗教，因为宗教节庆一定会有很多的甜点。那大家可能知道，印度其实人家说一年有360个节庆，每天都有不知道就是每热有某一个地方会有某一个小节庆。那节庆重点就是要穿新衣服，然后要吃东西。那这些吃东西他们会做很大量的这个吃的东西，通常是甜的，而且因为什么要做那么多？因为要跟亲朋好友分享，大家会来。会来拜访，然后就是跟大家分享，那而且不同的节庆会有相对应，就是比较大家常吃的食物，像 Dussehra 是在 Diwali 之前10天前会的一个节日，然后它是庆祝这个罗马王子打败了 Ravan 然后把他的太太娶回来的那个节庆，那这一天呢，他们会吃这个 badam，杏仁甜点，或者是这个鹰嘴豆粉的甜点，还有另外会吃这个 raita yogurt 的一个东西。那其实这个会庆祝10天，然后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就是会有很丰盛的餐点。好，那再来是 Diwali，Diwali 就是也可以叫做印度教的新年，那就是也是庆祝 Rama 回到自己的国土来。那这一天也会有很多不同的甜点，而且可能有一些家庭，因为整个印度很大，所以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庆祝方式。在我们那边 Sindhi 或者北部，
我们要做有里面有放七种菜的一个咖喱，然后跟大家分享。那另外也会做很多的甜点。那印度很多伊斯兰教，那伊斯兰教他们会庆祝这个斋戒月或者 Eid，那这个时候他们也会用很多的甜点，然后也会跟大家分享。另外也会杀羊，然后会做这个羊的 biryani。那另外，我们最近才台湾也有庆祝这个 Holi，就是印度的色彩节。那这个时候，除了 yogurt 之外，会有一个东西叫 Bhang Lassi。Bhang 是麻，就是它是禁止的药毒品，可是会放一点点，因为那个湿婆神听说他有在喝这个。那天就是原谅大家都可以吃。那印度也有基督教，所以也会有这样西方的影响，比如说这个 plum cake，还有大麻，谢谢老师。那还有这个葡萄酒跟巧克力，就是比较西方的甜点，也会在圣诞节的时候。所以邻居可能会有不同宗教的人住在同一个社区，那他们在自己的节庆的时候，就会分享他们那边的食物给邻居。后面是这个 DIY，那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看，这个网络上面都有，而且也有中文版本。我本来有放一个是 chicken tikka 荤的，然后一个是 mutter paneer，可是我先直接讲到，好，跟大家比较亲身、比较实际有关系的。那印度的。这边有一个名单是印度的各种不同的料理，可是，在台湾的印度餐厅其实现在很多，光在过去可以说四五年就开了大概二三十家大大小小的餐厅。那我比较熟悉台北的，可是现在中坜、桃园也很多，台中、高雄、台南，甚至花莲。宜兰也都有印度餐厅。那其实如果直接 Google，在 Google Maps 上面打那个 Indian restaurant，应该都可以找得到。那如果还需要找其他的话，我们后面会分享一个粉专，大家可以问那边，我会尽量帮你们找。那这些在台湾的，我分享台北的印度餐厅有各种，比如说 Namaste India，是它是在师大路的一个小小的摊子，可是它东西很好吃。那 Namaste，它是 Namaste Taiwan。那自从这种街头摊子，一直到最昂贵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南山46楼的这个番红花，它本来一个在天母嘛，后来在南山46也开了，所以就是从最平价可以天天吃的，一直到很昂贵，可以是米其林，或者比如一年好几年吃一次的也都有。那刚刚讲到就是印度南部料理，印度南部美食的，就是这个钦奈妈妈。那这边可能要碰碰运气，就是有一些人可能经验不是那么好，可是我会建议你要去 Amma's Kitchen 钦奈妈妈吃的话，就是吃南部料理，就是吃它的 dosa idli vada。这样子最好，最有代表性，因为他们的厨师就是来自他们纳杜。那我们不好意思，老师，是，因为我们时间已经超过，可以麻烦您尽快把它结束吗？我谢谢这是您，不最好后意一页，思。谢谢。好。好，那就是有不同的地名来取名字，比如说有德里的，还有孟买的，然后还有 India 的。那另外，印度美食也在改变，比如说我们这个红房餐酒馆，它是印度人开的，可是它里面有一些料，它就是植物五星素。那也有很多改良西施的影响在里面。那如果你们要买印度材料的话，就是下面有这三家店，一个是 Trinity Stores、Patanjali 跟 MIK，他们网络上面好像也有卖。那最后就是印度的电影的一些相关，我最后就留在这一页好了。就这些电影你们可能看过，或者是没有看过的话，可以有机会可以看，就是印度电影跟美食的一个相关。那这边是如果你们要了解有关印度的东西的话，你们可以follow 这些 page，然后我们会尽量帮你们解决或者找出你们需要的东西。那我就讲到这边。